耶！我们今天那个直播时间提早，提早，对，因为你那个气场太强，然后就觉得下雨天，想没要说下雨天啊，有，那看直播的人就是会在那边等帅哥，就今天很开心。我们今天安达明星现在4点交，我们这个是4点钟，你看，我们今天请到是陈毅耶，耶，陈毅你好，Hello，大家好久不见，真的真的，你今天来这里有一种那个格外觉得就是刚刚好的状态。刚刚陈毅跟我说，你有一个小名哦。对。我以为这个节目是为了我才改这哦，个真的名吗？怎字，么好意思？我说哇，怎么对我这么好？哦，真的吗？因为我怎么小说？名就叫安安，哦，真的也是哦，同一个安，安全的安，不好意思所以有时候一看到想说，哎，哇，谢谢，啊，哦，我都要不可发以，现不不会，是真的，啊，哎呀，对别对不不不，没事没事没事，哦，真的，你叫安安叫几年了？就从小到大30年了，哇，是妈妈叫的，对，家人叫的，啊，哦，为什么叫安安？你以前有，还是你有一个本名叫什么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里有排一个顺序。比如说我们这一辈的，最大的叫平平，平安的平安，平安的平嘛，可是它叫是三口平，然后再排下来，就看我是第二个，所以是平安好顺心的第二个，哦，所以你还有什么好好顺顺正正心啊？心，真的对假对的？对对对，所以是连那个什么堂兄弟姐妹都算就吗？还都是只表算妹、男生？表弟妹、表弟妹表哦，弟姐妹呢？平安好顺心啊，然对，后呢？最后一个就没有娶了，因为没东西接了。啊，那他自己怎么办？那这样他会不开 他心也叫维安。哦，平安安好好顺顺心心为为安，安，哦，所以你们家有平平安安、好好好顺顺顺心心。心。哇，我们今天发现天大秘密了。对，那谁最漂亮，谁最帅？最漂亮应该是我吧？没有开玩笑，最帅也是你。对啊，没有啊，开玩笑。是，没有，你就美男子啊，就是现在就是红遍两，尤其在对岸，就是大家对你的俊美这两个字，就是格外的。对啊，因为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哈，那个声音怪，你这个衣服啊，会是 K 到哎、欸。哦，那怎么办？啊，我是觉得穿这样太拘谨。我想说上第一次上你的节目，应该要那穿正没式关一系点。嘛，我们就都没有穿最正式，所以是全裸最正式，最正式那麦夹哪里？麦夹在就手拿手持就可以好好好，了，对是不对？那你有这个就是方便，就是不要这么拘谨。早说嘛，我也快热死了。开玩笑，哎，不要交给助理。好兄弟，好，有看到了，好，陈毅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怎样？就是比较，比较扎实一点。对对对，听说你最近爱上健身，而且是连媒体朋友都知道你最近，记者朋友都说你跟以前那个整个体态有很大的差别。其实，为骑什么健突身然想有要去健三身？年了吧？因为当初刚好有一阵子碰到没事做，干嘛这样讲？对，就真的有差不多3个月没事做，因为我知道未来这3个月可能都没有事可以做，我就想说，那我自己能为自己做一些什么？然后我这个人又是喜欢去尝试新鲜的东西，我说，哎，那不如尝试一下自己变壮会是什么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每一天在那时候在微博，每天都有发说，哎，day one、day two、day three 那样子，然后一直跟大家有这样互动，一直做到100多天那样。所以你做总共认真健身100多天，对，差不是多这样三说四个吗？月，对啊，那你有做什么那个增肥吗？还是对，就狂吃。那时候教练就说不能让自可以己有，蹲一下吗？可以。哎，给他拍啦。这还真好的啦。觉得就是人生就是突然间大，因为我觉得说，那这样家里衣服都要重换嘞。对，这就是我困扰的地方。比如说去年就是订我的跟你西说不要装，买衣服然后啊，今是年都不穿，冬天也刮啦。不会啦，你就家里开冷气、开暖气就好。对，我想说让自己改变啦，因为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阴影在。阴影。对，我记得时候第一部戏在我差不多19岁的时候拍的，叫《我的儿子是老大》，然后那时候很瘦，然后有一幕是要抱女主角。19岁就抱女主角，天哪！然后，你的人生真的也是很特别。重点是那个女，那个那时谁？候，那是那时候，谁？你说那时候那女主角就说："哎，不谁？好意思，我早上吃很是谁？多，所以你可能抱不动我。还真导演，不要说我们是要不谁，要改？是曾志乔吗？不是曾志乔啦。然后他说他就跟导演说要不要改，不要抱。那其实我知道他可能是体恤我，怕我抱不动哦，他，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就留下他个一阴影，方面体说，恤你啦，一方面担心自己。对，但我自己就有个声音在心里面想说。"如果连女主角都抱不动，你凭什么去演个男主角？哎呦，所以好那声励音志一直哦！在我的心里面回响着。所以你要所以那是时候十有九空岁档的的事时候，我就想说，不行，那我不能让我要克服自己的心魔。了解了解。我以后要对女主角说，你不用担心，你早上吃太多，中午吃太多，或者这几个月吃太多，因为如果抱不动，不是你的责任，是我的责任。哎呦，
对，有需要这么，就是现在流行男友力就是这种概念嘛。我就觉得男生还是要保护女生嘛，嗯、保护你的合作对象。不要在这里用这种言语放电。欸、我没有的、嗯、，sorry。你这样镜头前的大家会想象，就是你要被我抱抱看。我觉得你真的也不用这样服务我，这样我也会被别人就是生气，可能他们觉得这样不应该。对，这是一个缘由啦。对啊，可是你这样增重之后，嗯、看起来让自己就真的比较魁梧一点、欸。我觉得。因为后来我比较把重心放在戏剧上，因为你一直我一直讲说，因为你一直以来就大家认为就是俊美的男生，嗯，现在变金刚芭比了，你的眼睛整个就是有呈现一种，真的是有一点那种古典的迷蒙感，古典的迷蒙，对对对，你那种迷蒙还不是现代人的迷蒙，嗯，就是那种古装的那种迷蒙，嗯，所以前阵子都拍古装居多了，就叫你脱西装吧，你看他流汗了，谁有卫生纸帮我送过？对，我是汗宝宝。哦，真的吗？地宝宝。没事啦，你说你是宝宝，很会流汗，你一定要说你是宝宝啊，他们才会开心。对、啊、对 对，因为网络上 一堆都是那你的朋友，那个喜欢你的那个小宝贝。对，熟悉我的应该都知道我。帮你抽好不好？好，抽卫生纸给你擦擦。比较会流汗。没事啦，就来这里不要紧张嘛，我们就是你知道。很怕你会很犀利的问一些。没有没有，我这人最温和了。对啊，而且。我们今天请到陈毅啊，其实对我们来说也，哎、欸，说真的，你跟三立很有缘，可是你从来没有在这里干嘛过，哎，就只有主持小时候的时候而已。那时候去客栈主持完全娱乐过。哦，就这样哎，我在那边细数，然后我就说，哎、欸，这个人入围过金钟奖，哎、欸，跟我没有关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赶紧来找我。哎、欸，这个人认识王传一，哎，跟我们没有关系。有点曾之乔爱，跟我们没关系。这个人跟李千娜是好朋友，哎、欸，跟我们没有关系。对，那你为什么？对啊。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可能那时候契机没到吧，对啊、哦，那时候可能适合我的角色，可能还找不到。真的，就那时候你还抱不动女主角啦，我们这里都是要抱得动的，对，都要转圈圈的那种嘛，對對對對 slow motion 嘛，有下到上，对，然后脚这样往外伸，掀开那飞起来这样子，對對對對這樣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吧？现在可以了，可以抱起来转十圈。好了，这对大家来说也是很期待，因为刚刚你还没到，我们在预告，大家看到你的时候就有人讲说，几年前2013啊。他说那个跨年之后的演唱就再也没看过你在台湾登台表，是2013还是2016？应该2013吧，差不多那几年了。因为后来我就有跟公司说，蔡金秋说安安好想你，所以他是你的好朋友，应该是你的老粉啊，内地的哦，真的吗？啊，想不到现在有那个人从那个、嗯、直接从那个翻墙过来看吗？对，那你是魅力无法挡，真的是觉得太开心了。我真的觉得你本人真的带来了很多不，你可以继续讲，不要理我，对不 对,、哦、对？我只是帮你在找朋友而已。真，哎，刚讲到哪里啊？刚刚讲说你那个那一年跨年之后就大家没有在，因为我后来就跟公司提说，我比较想要把重心放在拍戏上面。嗯嗯。所以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有一些跨年的？我一直看着一个哈，其实就是很 man 的人，那个脸转过去就觉得很可爱，我真的是很不能够理解这种状态。声音也 man 的。对啊，声音也 man 的，然后转过来说，哇、哦，怎么那么漂亮？真的很有事。很有冲突吗？哦，不会不会，不冲突不冲突。那我可以继续讲了吗 ？OK， 我习惯打断你。他一直叫我讲，又把我打断。一定要的啊，我们现在才呈现出来一个人的氛围。对对对，后来就专心在戏剧上，我就把表演都推掉，希望能够好好的融入每一个角色，因为你去表演的话。大家只看到15分钟，可是我们可能要花一个月去准备，要排舞啊，要编舞，要编曲，对，要准备，其实花的时间蛮多的。那我希望说，我能够专心的去把一件事情做好。嗯，就是后来你想专心在那个你的这个演艺事业这里面做一件事情。对，因为我就选择要拍戏。可是演戏应该这所有事情里面就最刺激，然后最爽的，最辛苦的、哦。对，最辛苦也不一定啊，歌手一些表演啊，练舞摔过什么的，但拍戏是真的稍微拍戏心也很辛苦啊，因为你每天要演不一样的。对，可是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宣泄，因为你以前是，我以前是自己讲的害羞，偶像歌手出身，嗯、所以公司有把你包装得很好，你能说什么，你不能说什么，要上媒体进对应对的课、哦，然后很多的就很专业的培训，对，然后把你塑造成一个公司可能比较想要的一个形象。刚开始会觉得说，哎、欸，很好玩啊，去试试。是久了久了，就发现这好像不是自己，就突然反骨就对了。对，就觉得说，哎、欸，叛逆。后来接触到戏剧，觉得美男子的叛逆。戏剧其实蛮好玩，就是你可以去演别人、嗯，你可以用他的方式去活一遍。那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泄。而且你就长时间以来都在对岸，有非常多作品，然后就一步接着一步，一步接着一步、嗯，而且有很多都是上当他们很主要的那个。你看卫视主流媒体嘛，这样这样讲，因为在那个大陆那边很多个城市有很多的电视台，嗯、对不对？能够上到那个
主流，是你还有作品在央视啊，还是什么？我看错吗？我的第一个啦，第一个作品在央视，在那哦，真的耶，唐朝浪漫英雄。对啊，这很了不起吧？对，但我说了不起的意思应该是说能够，没有没有，我的了不起的意思只是说，在一个这么那边是这么特殊的一种对媒体看待的那种状态，其实那边竞争的相对的也非常非常激烈。现在人这么多，对不对？三天就出去，而且非常多很多专业的演员，可能从小就是培训，我长大就是要做，就是专门要当演员。对，所以他们对情绪的收放、掌握的速度跟精准非常非常的快。其实我在这几年学到很多，都是在内地那边拍摄学过来的。比方说，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转折，甚至是一些情感戏该怎么去拿捏，就是，因为那边的节奏很快，所以你没有时间去浪费，所以你必须赶快加紧脚步，你才能够如期杀青。就是有一种说，这边转场就从信义区到西门町，然后那边转场可能要搭飞机去下一个城市。对，或者是他们可能一次有三组，三个导演，六个摄影师，你 A 组拍完转 B 组，就可能过一个门，另外一个片场。所以大家都是轮流抢人这样在拍，所以你会要立即进入那个状态里面，就开始这样在训练。那你有同时嘎几部戏的经验吗？一天要办三个人，最多就两部，因为通常一部就已经分身乏术。那你这样也是很大胆嘛，一同时间可以敢演两个人，也是真的很有你的本事。你看看你在那个什么了？我没有，我就是从那个我们那个就是直播平台里面去看，因为我现在本人工作旁边，那陈毅的样子太特别，就是以东方脸孔来说就俊美，可是呢，就在某一个从那个这些应该是说机器出来的状态当中，你有那种外国人的 feel 相片啊或什么，你有一点那个洋人的感觉。他刚刚喝过洋墨水，对，而且你不小心一个朋友帮你一张照片，再一转出去之后，你一下就成了什么东方柴克艾弗隆，对对对，感谢。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然后你是因为柴克艾弗隆，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肌肉棒子。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从也变成一个肌肉棒子。他以前也是他去什么海滩游，是美型男啊，从什么热舞青春啊，然后到回到十七岁，那时候他也是怎么长发。刚好他会的你都会。对，就没有刻意模仿了，没有模仿，那不用模仿，但是后面大家产生的连结，那哪有模仿？那是后来产生的莫名的那种特殊的牵引的概念。对，但也蛮谢谢大家。对。然后我刚刚就跟陈毅说，其实哈，那个东方人要像西方人一样，还是有点不容易。那我就说，其实那眼睛啊，就他们好像比较深一点，他们的眼距比较近，对。所以首先你要把眉毛先拉起来。我跟你讲，你不要对着我，你就对着。我们现在陈毅要现场一秒变成柴克艾弗隆，刚刚已经有了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子。我说老柴啊，你今天来到安安大明星，你心情还不错吗 ？Not bad。说英文了你，这真的很像你，真的很像你，真的你自己看，有转过来了，都像，就是没有角度是不像的，360度都像柴克艾弗隆。就会有压力，这边长了一颗痘痘了，也像啦，也像，所以我不想转过去。没关系啦，没有人看到人家的痘痘啊，就觉得你就是一个俊美的概念，那种感觉真的很特别。让一个东方脸孔可以跟西方脸孔，就是头发染一染，就是可以直接模仿。东西合并吧。有一种對對對對，有一种说都只是神韵而已，你已经到了就是皮肉也。所以虽然如果大闷锅之类的还在，我可以去。他们应该也是不会找你啦，因为你太贵了。没有没有。这样是拉高人家节目制作的成本。没有没有。然后这样只是说，此言不假，只是要证明这件事情。而且我个人就是在一个 VVIP 的位置，然后得到了一个最正确的那个验证。好，不要说了，干杯！好，干杯！好，其实那个陈毅啊，在那个作品上来讲，也许在台湾这边，不多。但是喜欢陈毅的人，永远知道陈毅在什么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戏剧，对不对？我们先进一段那个，让大家看一下好了啦，因为那个。看安大明星的人也许就是看着陈毅，然后就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画面都是就觉得好像小时候见过他，可是又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他。我们今天画面都是陈毅提供给我们的，然后所以陈毅现在提供都是他在那个对岸拍摄的作品。我们先看一部那个《色世纪传说》的片段吧，这是一个大概怎样的戏？我里面的名字比较长，什么？叫奥古斯塔斯·克里斯塔贝尔·艾伯克隆比。
但不，奥古斯塔斯克里斯塔艾格贝隆比哦，四个字哎，差不多，就画这个名字叫贝罗两星。所以那个他演的是一个戏里面的马子怎么叫你？还是里面我里面还有中文名字叫杜天涯啊？你真的很奇怪，我是想要听他怎么呼唤你，就不跟他谈恋爱了。都叫王子。再讲一次什么色？又色世纪传说哦，奥古斯塔斯克里斯塔贝艾伯克隆比。我说奥古斯塔斯克里斯塔贝隆比啊，我们要不要去喝一杯咖啡啊？这样子带这种感哎，但是我们这里哈就是。安大明星有一个安大明星的规矩，就我们在 Q 影片的时候就比较老派，没有，没有，等等等等，这样太单调了。我们是要做，我来问您是好，是的，这样可以吗？就这样转，龙兄虎弟的概念，音乐教室，请看这样。还没送，因为你跟导播还要有默契，所以刚刚是一个 rehearsal 感觉，然后你再试一次你的请看的 tempo， 让导播抓一下。导播差不多是这样，现在是 rehearsal 好，来了，好，请。你要说请看，你不要请看。对对，大概这种感觉。好，那准备让你 Q 色世纪传说。好，好，导播你准备好了吗？好啊，陈毅准备好了。哦，帅耶，要紧。好，色世纪传说，请看。在许多年前，罗兰德曾经有一个紫钻石传说。罗兰德地板下有一个神秘的紫钻石。找到他的人可以实现任何的愿望。在我上大学的四年期间，他的事务我一律不过问。我叫奥古斯塔斯·克里斯塔贝·艾伯克，也可以叫我杜天涯。我叫战眼，大一的新生，我应该有告诉过你们，我有脸孔健忘症。我们三个要相亲相爱哦。有不法分子的势力已经渗入罗兰德。我的目的就是彻底毁灭那三个人。你要好好保护照片上的三个人，要把他们的生命看得比你自己的还重要。根据我的观察，你们三个绝对是要给学校带来问题的学生。这。为什么我也要保护他？他到底藏什么秘密？只要那个人还活着，只要你不放弃，你就永远有机会可以获得他的肯定。我喜欢你，就算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我会努力让你喜欢上我的。在我心里一直有另外一个女孩，我希望你能明白，不要再放心思在我身上。你在乎他，但你又担心他的身份跟你不相配。我对他根本就没有男女之间的感情。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很久了。从今天开始，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会用我的实力彻底打败你。你知道要让一个人短时间之内变强，最迅速的方法是什么？憎恨，无止境的憎恨。我要把保护魔子钻的任务转交给你们。超越神，或成为恶魔。在于你的一念之间，将凭着这份埋藏的秘密，寻找到通往紫色力量的路口。罗兰德学院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上，这一次的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些魔子钻都是我的了，一枚神秘魔子钻，即将揭开一场神秘反动。如果人类。注定无法打败恶魔，那我们四个就负责超越神，用一切来换取消灭恶魔的力量。哎，你那个刚那个里面都是金头发，太痛苦了，对不起。啊，真的吗？是动作片辛苦哦，还是造型？造型辛苦，真的苦。因为他总共我在这三个多月拍摄染了漂，不是染而已，是漂18次。一般人的头发早断了，或者早得皮肤癌了。十八次到漂到最后，那个发型师都不太敢漂，他都说你可以不要再漂，因为头皮已经有点发红红肿，然后甚至有一点水泡。看你现在头很多啊，那这都真的吗？是真的，是真的。看一下吗？真的。哦，你头很粗哎、欸。很粗，好险就是头发很粗。对。今天诚意素颜来，大家有发现吗？就每个人。对，因为我觉得说。就来聊天而已。对，来聊天嘛，我想说就是像刚从家里
不是来呛枪的嘛，就是我就是长得很好看的，不用化妆。没有了，我觉得就是他有一颗豆子，他这里有一颗豆子，我死不转过去。哎、欸，有人说主持人好可爱。哎、欸，我觉得你不用故意讲那个，你可以跟他们问好。今天在线上看很多都是这个安安大明星来留言的新脸孔，然后刚刚陈毅说很多人可能是翻墙过来跟你打招呼的。你毕竟很多的粉丝长时间以来，你就是在那在对岸扎根也蛮久了。对啊，因为他们其实都他们真的很棒，就是很爱你哎、欸。他们很替我，他们直接叫你安安欸，我都以为在叫我，甚至还会去帮我找戏，你知道吗、哦？真的吗？因为我那时候有听说，就他们会去各大制作单位，然后觉得这个角色适合我，是，他们就去向那制作单位推荐，哇，就寄 email 啊什么，还剪我的作品集啊资料给他们，这么，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 sweet 铁粉，对。那你有因为这样去参加过表演了吗？哦有啊，哦真的有。嗯哇塞！嗯，所以满街都贵人哎、欸，满、嗯、街贵人，你们都是我贵人，真的，难怪他们这么爱你。但是当然有，台湾有那个几个，就是从我小时候一直支持到现在，有啦，成为工作，我就把他带来我们公司当工作人员的都有。你这样是叫这些人来寄履历表吗？啊，欢迎大家想要跟陈毅一起工作的，然后把寄履历表过来是是是是啊。陈毅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嗯，就跟你们那个好好那个研究研究一下工作的可能。好好然后现在呢，陈毅想要跟这个线上的大家那个、嗯、玩个小互动啊。陈毅今天在这里，因为这个四点多钟哈，对陈毅来讲，想说他的朋友他，因为我刚才问他，他习惯自己做直播是晚上做嘛，对不对？八点。对，八点就是。但他今天来就要特别啊，因为我们要给别人惊喜，对对 对, 對，所以现在凡在线上必有惊喜机会，是是是是是是是，所以陈毅现在要请大家那个做一件事情，嗯、就是要 take 一个你的朋友，然后写陈毅在安安大明星，然后不管你在 Vido 啊，或是在我们的三立新闻网那个直播界面下面留言，嗯、比方说我陈建安，然后留言就哎陈毅，然后写陈毅在安安大明星、OK， 然后待会那个陈毅会从这些留言里面去选、嗯，然后会送那个照片，是不是？哇，你用你的尊贵的屁股把它坐住了耶呀！这些经过陈毅帅臀的加持，照片在这儿、欸。真的，我还没看我刚拍的。你看，你喜欢哪一张？拿出来跟他秀一下。啊、哎呦，你刚刚穿太多拍了啦，刚会冷啊、哦。什么东西啊这样不对啦，有自拍的了，我、哦、还有自拍，你连对对对，然后自拍都可以自拍，嗯、对，不要相片不要照出自己帅脸，哦、下巴低调低调低调，不用低调、啊，你这种你这张脸可以低调吗？要骗谁啊？对对，就这几张啦，请大家赶快。哎、欸，你对于你自己，你几岁开始觉得自己真的长蛮美的？嗯、几岁哦？其实，哎、欸，真的美、欸。应该是小时候啦，小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早餐店一个阿姨，你说你真的假的啊？是真的。我每天都去买他早餐，然后有一天买一买，他说：“哎、欸，妹妹今天比较晚来。”哦，真的？对，然后我就说，那时候我已经国小四五年级了吧，然后我就说：“阿姨，我是弟弟。”哦，你美到这种程度了、欸。我小时候刚好头发也比较长，长得更秀气一点。嗯、你不是秀气啦、嗯，你是俊美。那是是是。对对对，那秀气，你的美。你那个俊美是一股气质，不是皮肉的那种感觉而已。是赞美吗？是赞美。然后你那个，因为那个俊美是从那个肤底层透出来的，嗯、然后就从眼里啊干嘛？因为你那个眼神其实是很男生的啊。嗯，有时候，就我刚刚说你迷蒙或干嘛，你要放电，你那个电的是男生在放电的那种电。不要再乱电人家，看那边就好了。我想说，跟人讲话要看人家，我懂，不用你要有礼貌，不用你跟我讲话都看那边，你都看镜头。你看我们整个在那个地方一转过来就这样啪嚓，就这样整个。但我要被别人消遣。他说你很直接，主持人好直接。他直接的，我都帮大家讲实战话，就整个让电到、啊。他说规则再说一遍，规则再说一遍啊，就是我们 at 一个自己的朋友，是，然后 at 陈毅，像我如果我留言就，哎、欸，那个我们请那个新闻网啊，还有那个 Vido 的小编帮我们示范一个，就 at 一个。朋友，然后我就 at 陈毅，然后写陈毅在安安大明星、嗯，就这样。留言的内容这样，然后会从这种留言里面去找出，待会陈毅就是随机挑选，然后送给别人。嗯哦、我们要署名哦，好哦，对不对？难得嘛，对不对？因为不管怎样，现在线上多少人不懂，随便。反正呢，你能得到礼物就是你的本事、嗯。然后你可以在三立新闻网里面留言，也可以到 Vido 里面去留言，因为这边没选到，搞不好你在那边被他选到了，所以我们也不想。机会 对，反正现在大家道具就打，现在就是大家吃的好用的好，然后手机也不止一台，那可能有个 Pad， 有个
有个手机，就像你一样，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你就在这一台看一个，然后那台看一个，然后就可以开始去留言，他觉得很嗨。好，那、这台被我们玩坏了，好开心。讲到这个地方，就不能不讲了，一直说你美，一直说你帅，然后一直说，就成这些事情就是是经过那个大家认证的，对不对？尤其你那时候在演《兰陵王妃》，哦，对对对，然后。因为100多万是不是？你说哦，你说游览哦，万一说我这部戏拿100多万，吓我一跳。我如果不小心问到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个新闻。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掀开面罩。对，因为我觉得是那个剧组，他整个制作方面的投资也很，就是觉得很好，造型也做得很好，哦、真的是很美，所以才让我在这个角色里面，哦、翻开的时候啊，才会就是让大家注意到，一直看，对，因为历史上的兰陵王就是长得比较俊美，但是他英勇善战，所以我说后来开始健身，然后再搭配可能大家觉得的外貌，然后才吸引到。还好那个陈毅健身啊，眼神依然在，然后没有那种。用力的没有，就还好，所以我觉得你放的那个磅数啊，然后你做的那个没太重，都还可以，对对对，还受得住。然后那个你整个样貌，那个俊秀清朗，带着几分的那种美帅，我都听到不好意思了。是很多人常这样讲，然后突然间重温一下，没有没有别人的赞美，很久人没夸奖我了。好，你少在那边讲这些。那哎，那你最近健身，你对你？你哪里最满意？你已经练6块肌了吗？对，其实最近在有练出来了吗？最近在就是你有练出来了？有、啊。可是最近更积极一点，在做更多的消脂的动作，因为可能7月份会有新的作品要开始拍摄、啊。他偷偷跟你们说，7月可以追他了。对对对，到时候确定了再跟大家公布。好好好好、好好好。所以现在要把身体状态再稍微，所以练好就可以抱女主角。对，转圈圈10圈20圈。那抱女主角的时候有要穿衣服吗？目前没有想法。对对对，看剧。所以你有，那你胸肌也练出来吗？就是胸肌是本来就有了。胸肌也是练出来，各种肌都是要练出来的。可是你本来就穿衣服就是个一架子，像刚刚在看那测试机里面就很挺拔、我那时候已经开始练了。哦，那时候开始了。对，只是那时候有刻意的。干嘛说你练身材就流汗了？不要这样子啊。我们是真的有一些想法啦，但是没有要征求你的同意。没有，因为那时候6块肌有带来吗？没有，其实我会，孩子不要回答我问题。不是，我会依据那个角色的个性去做身、哦、身体上的调配。今天的角色就是今天就是做陈毅嘛，对，陈毅就是一个在家打电动的人。陈毅在炎炎夏日里面，灯光照射下，然后衣服越穿越少。没有，然后就是如家一般的日常。然后就是突然想，不是要看影片吗？还是什么的？不记得不是。妈妈说：“哎，陈毅啊，电话来了。”然后看什么？兰陵王妃的片段嘛，对不对？还没完全不知道 round down。没有，我们没有 round down。对对对。今天 round down 是写给你说，今天来的有个东西有本可循。哎，有没有人在@我们说的游戏啊？有。好好，你要等那个，大家疯狂去留言，然后等一下我们再那个，好不好？哎，你有要叫他们出来跟人家见面吗？没有了，今天不方便。不要。他不要、啊，对，今天，那我们不要看了。我觉得留到作品戏剧里面，因为戏剧才会有 slow motion。哦，今天就对，这边没办法后置嘛，直播的。我们不用后置啊，我们网友自己后置。就是他们自己，你先看那一刹那，他们后置怎么打，他们柔焦都打好了，整个就是不能柔焦，露肌肉是全部很柔焦，为什么？就全残一块。没有，他旁边柔掉啊，就是有一种就是男神下凡。今天就算了，今天大家就好好聊聊。之前发生的事啊，最近发生的事、啊，因为很久没有。好像不知道自己啊，之前发生什么事？之前没发生什么事。之前就是自己的在准备新作品啊。真的。哎、欸，不过那个刚刚讲那个那部戏，真的让你也就是创下了某一个新的高峰，对不对？其实那部戏是3年多前拍摄的，大家都还记得。然后到而且讲到陈毅，都现在一定会跟这件事情、就是跟这个作品一定都会连接。哪一部啊？就是《兰陵王妃》哦，对对对，希望台湾能够也赶快播出了、啊。有听说有这个计划？好、哦，真的吗？不用啦，就一看新的就好了。对对对，也可以。我们喜欢看新的，好，旧的就喜新厌旧嘛。不是，就是旧的，就是王者移移嘛。那反正就是都有，对对对，然后大家网络上搜一下，可能就是不一定高清，但是。总是看得到，总是看得清楚。但现在的陈毅跟以前的陈毅就不一样啦。对，又稍微不一样了。对啊，就起码身体那个体重就不一样了。对对对。而且现在更像柴克艾弗隆。那时候没那么壮，
都像了，现在根本就是跟就是希望每一个年龄的时候到你，我说芙蓉哥啊，对对，我说海水海水浴场吧，我觉得跟你这样下水的感觉是蛮开心的，谢谢谢谢，对吧？你就是也相当幽默，然后那个在你演过那个最长人名的那个色世纪传，那是你最长的名字吗？对，那是。我历史以来背过最久的戏，那你的对手的名字也都很长吗？没有没有，他们都两个字三个字。为什么？那《神剑红蓝》里面的名字是什么？战野，就这样子。对，所以你就叫他战野啊，野然后他叫你奥古斯塔斯可以打败艾伯克隆比，但是你也可以叫我中文名字叫杜天涯。啊，我想叫你们两个在那边对话，那打电话给他，哎、欸，战野啊，不要不要不要，见腻了见腻。没有，昨天才见面。哦，真的吗？因为他是你好兄弟。对对对，还是有一直在联络。要啊，一定要一直联络的啊。虽然已经解散了。没有，你们解散只是形情不散，对，你们两个怎么可能散得开？对对对，毕竟也认识了。我们真的是，其实我们认识非常久哎，我们这样算上认识有快十年。对啊，而且你们就是那个相处，就感觉上就是一起活动的，对对对对，一起唱一起跳，对对对对，有一些革命情感在啦，还是有。嗯，好了，我一直讲，我一直急着说要看《兰陵王》，对，他就觉得那个东西一定要让大家感受一下你。美艳的一刻，是美艳。你可以用美，没有用艳那个字。好好真的，你是美的脱俗了。谢谢谢谢 ，Stan 女。对啊，花 Stan。哇，真的，不好意思，再美再帅再俊俏再怎么优雅，我们还是要老派。对对对对，你要自己 cue 代词。那下呗。大家导播可以了吗？谢谢。大家请收看一下《兰陵王妃》的影片。为什么有丝丝缕缕的悲伤？难道是因为阿才口中说的那个小莲姑娘吗？她透过我究竟在看着谁？即便是她心里有别人，也不管她面具后面的脸是个什么样子，我都要跟她离开这里。流星在夜空中沉默，一转眼变成了最远处的萤火，独自为黑夜闪烁，照亮了什么？或许是属于自己的传说，用了一千年来看。就算一辈子都见不到你的脸，面对这张面具，我也谁还会记得恨用来解爱情的渴，就让满天的萤火化作飞舞的烟火，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怎么，我的样子吓到你了？没有，我殿下，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帮我保存。三日后，子时西大门。你也一定要记得叫他们戴上面具引开地牢的守卫。我的命是命，兄弟的命也是命，我不会让任何人戴上面具引开守卫，要去就我自己去。殿下放心，我最重要的东西在你那里，我会去拿的。你放心，我一定会拖住宇文护和宇文邕的。我该走了。我叫人送你回去吧。既然是逃回去的，我怎么会叫人送呢？三日后，西大门。对了，我要把脸弄脏了，这样才像逃回去的。殿下，怎么样？
我的样子吓到你了吗？原来你长得比我还要美，是那种感觉。而且我刚刚听那个陈意演的这档戏，然后让就是让粉丝有一个情感上真正的微妙的出口，就演了戏以后有新的小绰号、对对对，老公，老公啊，然后大家就故意在那老公，高长公啊，高长公，对对对，那是你心里想的啊，他不是不这样想啊，你管人家想哪个公啊，反正就是叫你老公。然后刚刚我一直看，哎，为什么有人叫你老公？然后他说，哎，他们就叫我老公。我说，天哪，你那多少太太啊？然后原来就是这个老公公。对对对，恭喜发财的公。不要这样子，干嘛这么害羞？没事儿的，真的很开心、开心啊，对。而且刚那个你的对手就是那迷妹，表情到位，真的。你干嘛求他？没有啊，他真的演很好，我自己看了我都害羞了。我说真的，因为我跟韩韵也很好，因为我们拍这部戏，然后我们都几个都变好朋友。是，然后我们在播出，因为我们其实拍完等了3年才播、不是拍完才播的，所以我们中间又在比如说在横店有碰到，然后我们也是我们大家共同愿望都是希望这部戏赶快播。所以一直都有在保持。有啊，那后来播了，果然就是反应很好、啊，还不错，大家的那个声势都上涨，不枉费他演出迷妹的表现。然后他也很优秀，他以前也是一个比赛出来非常专业的歌手，然后也是专业演员。真的，歌手哎、那你最近不唱歌了？哇，你几年没唱歌了？啊、几年喽？好像也蛮多年了哎。陈建宏还有在唱，对他还有出单曲嘛？对啊，还那个。我的专心的拍戏，因为我其实有。对啊，还是希望在拍戏上面能够再有更多的肯定，或者是更多的挑战。我突然想到，哎，我刚刚应该去把它拿来的。你是这边《华流杂志报》第几本的？啊，对对对 对, 对，有拍过一次封面，而且没有穿衣服，哎、就是比较符合今天天气应该有的打。对对对对，那很多年，那在创刊之后好像第二期、第三期，有3-4年了吧？就是创刊后啊，第三期、四期的。那时候刚好跟建宏发了新的EP的时候，对 ，gentleman 的时候，然后那个整个拍白白的，然后就是你有一个就是上空的半身，对，那超害羞的。然后你们好害羞，那本金庸那时候就是市场上抢购啊，就买不到啊。他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但现在那个我们刚玩的游戏，再跟他们讲一次好了，还有机会。好的。就大家现在在那个三立新闻网或者在 Vito 上面那个专页上面，在下面留言 at 一个你的朋友，比方说我就 at 陈毅，然后写陈毅在安安大明星，好不好？再过2分钟，陈毅要开始来选，然后是因为选到的那个粉丝朋友可以得到陈毅亲自署名你的名字的那个送给你一张，那个名字短一点哦，海里的，比方说欢迎奥古斯都什么，奥古斯老师克里斯 W 艾伯克隆比，欢迎他来那个参加那个我们的那个。抽相片的活动，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有因为刚刚看到很多个粉丝说，哎，天哪，来晚了，没有早晚的问题，就来得早就刚好搭上直播玩的游戏互动，然后来得晚没差，就反正你下了班才看到也 OK。我们这待会儿呢，整个那个直播结束之后就会上在同一个节目哦，会再重播是不是？哎，不叫重播，就你想看的时候就播哦，就如同您在微博上啊、哦，是是是，我们也希望可以造成百万点阅。陈毅来啊，安安大明星，是是是是，对，而且今天是安安来安安的安安大明星，就是我们今天是有点绕口令的感觉，没有，就我们就两个安安的感觉，安安就我们本人也相当开心，就是今天陈毅来这边，然后那个刚刚也特别看到那个陈毅那个诚意十足的。把西装脱掉、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有说到那个即将就是准备好更完美的体态，对，到时候用戏剧的方式跟大家见面。扯了这么多，在电话过程当中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准备来选哦两个那个、好哦好哦，你在那边我这边选两个比较大，对啊，你就那里挑个两个好、这台我不会，哎，这台帮我快点，我来看看哦，好哦，你看看哦，留言过的都算哦，好，那会帮我记起来吗？会。好，现在我们在三立新闻网上面挑人。我刚是用手指头这样点点点，然后按住，好，按住就这样选。谁？爱小布。爱小布。爱小布。爱小布，哎，就是走路很小步的那个小布。爱走小步。对，但是我们得奖的是爱小布，不是他艾特的朋友，是爱小布。爱小布，你被那个陈毅选到了。陈毅，等一下会。第二小步这样子，對對對，送你一张照片，好好好，艾草的艾哦，然后走路很小步的小步，好，那还有一个，再选一个是不是？对啊，我就这样滑，然后你滑，你看你怎么滑就去滑。哎、这个王雅玲，王雅玲，三横一竖王，文雅的雅，王令玲，王令玲，好，王雅玲，王雅玲，你也被陈毅选，哎、这台好，这台滑不动，是我不会滑吗？天哪，陈毅，我这样子。现在先选两个是不是？对啊，
好哦。那这还滑不动啊？那我们就在这个页面上选好，这是缘分。好好好，就是滑不动，你直接挑这里面的任何两个人。好，看你要挑谁。Peggy，他自己挑，他挑一个人家名字最长。你说这人是不是很有事？没有，我就写 Peggy 啊。第二佩姬，佩姬在这个页面上被选到，那另外一个是谁？真的动不了，就这个吧。好，好，辛志成。辛志成，因为那个以前老板辛志宜差一个字，他对你超好的，对，斌哥跟爱你爱的不得了，他对人超照顾的，真的，对啊。你现在虽然没有合作，但也是像家人一样，常吃饭啊什么。就是看着你长大的嘛，对对对，从小，然后就是。欸、就像是刚我们在聊天、啊，就是工作也跟大家说，像盛世纪的时候，斌哥照顾全哦，你说在上海电视，真的，他照顾所有区的大家，我真的觉得那是我们也被他照顾到，因为就跟着我们就一大群，就从台湾的媒体，然后就斌哥带，就是照顾大家一起张罗大家，真的他真的很会照顾人，然后那一次就，那是我第一次，不是，我看到诚意很多次。但今天算最有诚意的在这里。对，今天聊过最多话，可能之前都点头或者是。不要紧，我们之后还可以再来聊。你今天就是来的时间有点早，要吓坏大家。然后我们的安安大明星呢，一定有一个梦想版。哎、欸，你出道几年？我出道几年？应该是十。诚意今年才30岁而已。11月，第一张专辑就好像是。你不是16岁就出道？16岁是网红。哦，有哎，你就是那个什么寄照片，很帅、那個。0.6。对，我其实应该算始祖类的。都懂，我懂。那跟你一样都是那种始祖网红的，还有谁？你知道？周小涵啊。对。男生呢？男生。所以小涵跟你是算同一期的。对，算同一期。你们一起放照片，我们从最早最早，我这样讲就透露出。不要说小涵，你就说你自己。没有嘛？那时候我们在新浪留言板，那时候你应该你玩过吗？有听过，听过，但我们没有。那么美剧，对，那时候从那边开始，然后才有什么雅虎家族啊，雅虎相簿啊，还有什么匹克吧，对，然后什麼愛情、欸、那时候最流行什么？还有爱情国小啊，就是送照片上去那个，好多人哦，太多了，以前好多这样类型的網站。但我知道你是，然后无名小站呢、啊？哎、欸，无名小站哪？无名小站呢？无名小站好像还是爱情国小的后面。我也忘，反正我们就你始祖哎，对，要紧了，第一代网红，要紧，要紧了，网红的爷爷，对，真爷爷了，阿宙阿宙了，哇，啊，你那张照片自己还有珍藏吗？16岁有，哇，真的是，对，那时候真的胶原蛋白破表，我知道，感觉上就是吹弹可破那种概念很好，所以16岁现在哦，出道也才15年。对，如果从网红时期开始被大家注意到的话，有啦。真的第一个作品是应该到19岁左右才有出来。好了，我们这次梦想留言板就是想要从诚毅的手上，除了看到诚毅这个亲自写的字，然后听听诚毅对梦想的诠释，就是梦想是什么？你不用跟我讲，你就自己写。梦想是什么？对啊，拜托大明星要留笔，那个留下笔记。好，那你帮我跟他们聊一下。我帮你跟他们聊一下。我可能要写3天。安安再选两个，哈，没有了耶，那个照片就是只能先这样选，待会再往后再来帮他选一下。现在也胶原蛋白破表，是啊是啊，今天看起来，今天好开心，谢谢雅玲这么开心，恭喜你被诚毅选到了，那个不用找，直接打出来，好好好，也是感觉是一件好事。曾经的网红少女，为什么要这样？是你的朋友说的，我不讲。他说曾经的网红少女，你跟粉丝很好，他们都很爱跟你乱闹，感觉真的很可爱。他说你出道的时候是3岁啦，不用这样子。那时候从广告不必要这样子抱他大腿，翻墙过来只为看你，确实有好朋友可以，没关系，谢谢你今天来参加我们的那个留言。那你叫他一下，这个名字怎么叫啊？你比较，他是翻墙来看你，但没被你选上。小幽木兰，对，好，诚毅叫你了，谢谢你翻墙来跟诚毅见面，谢谢你们辛苦了，今天很多人翻墙，天哪，你搞不好照片选到寄到新疆的，寄到新疆很好，对啊，像刚看的那蓝莲王妃很多的景，刚刚说很漂亮，对啊，像 K 张勋那都在内蒙古拍的。啊、哦，是哦，对，我们开车就开了10几个小时啊，但我们都有选到那个，好，那好，没事，就都选了嘛。今天这里面搞不好10个8个都是翻墙来的，那很好啊，我也觉得还不错。天哪，我们节目红到那个你在拍戏最多的那个大陆各大城市去了，能去，
王国华说他今天生日，那你祝他生日快乐。王国华吗？对啊，王国华是王国华吧？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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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生日快乐，国华。国华，你像个男生的名字，但好像是个女孩的。像是女孩吧？还好哥看得懂一点那个简字，对对对，我可以帮你那个翻译，你赶快写一下。他写的是他的梦想，对吧？他不好意思在这里当老师跟大家讲说梦想是什么，但诚意很诚、啊、诚实的写了自己的梦想，对目标，因为我习惯。那你签名加日期？今天是几号？今天6月15，16了，六，16/15/16，好，真的，来吧，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诚意写自己的梦想。陈毅不好意思跟你们在那边，不要讲一些，对，他喜欢说的出来做不到，他说35岁以前希望拿一把金钥匙。对对对对对，我想要拿个奖，对，各方面就是只要在表演领域里面的奖都可以。好啦，你毕竟真的入围过金钟，因为我都会给自己设目标嘛，我觉得梦想是你慢慢的去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它。然后最后才完成你最终的梦想。真的，真的。那在那之前，你完成梦想之前，你需要很多的设定。对，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做设定的，比如说几岁要干嘛，几岁要干嘛。真的，真的。几岁要干嘛的？所以现在是下一个设定的目标是这样子。啊、没事没事，你看大明星来，整个那个气场太强。其实这个很方便。旁边那个装设什么就吓坏大家。天哪，我的照相机在哪、啊？我要开一个给你自拍。不太会玩这只手机。我来看。应该是点这个，真的吗？你要点去哪？啊天哪！是上衣。对啊，你一直点到上衣啊，找到相机了吗？好，留下三张自拍。这是录影啊？正在录影吗？啊，赶快换一个，这是相机。哎，有吗？哦。哦，快了快了，拍你自己就好。不是一起拍、啊？不用啦，我们等一下再拍。要跟这个拍是不是？可以。陈毅的那个梦想版，然后我们要这个在这里就大家祝福他那个，好不好？哦，真的会耶，要紧了。哎、欸，他就这样随便拿随便拍，那不要拿这个再拍三张，反正今天大放送啦，真的是。Okay. 哎呦，真的各种 pose 哎。你再 P 一点没关系。对啊，你看一下镜头，一直拍侧脸，很帅了，你每张都帅了，没有死角。OK。他不要拍正脸，因为他有个豆子，有拍正脸。他生气，他今天被那个豆子困扰，他就是一个完美主义，想要自己没有的。我帮你修掉就好了。拍的蛮好的。对啊，很清晰。来，我们自己拍。啊，好，拍。啊，热热。就叫你不要穿那么多啊。看到你我太开心了，我们就是安安今天看到安安，然后格外的觉得让大家心情愉快跟开心。對對對，然后陈毅今天所有这个照片稍后我们请大家一直就是持续分享、好不好？那分享之后我们会去找那个分享的朋友送出去、如果真的不小心就是陈毅选到寄到外蒙，我们也认了，好寄吧。对、嗯、就得寄 寄吧。好，谢谢谢安安。老公是好不好？对，公哥。对啊，好了，今天看到陈毅就是真的很开心。那虽然他在台湾这边留下来的那个作品印象都比较久以前、可是表示呢你在大家心里头就是一直很有分量的，所以不管你在哪里他们都追随。对，我觉得就是之前会决定去内地也是一种尝试啦，因为我这个人是喜欢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生活、对对对，但那也完全不排斥说接下来可能在台湾会再做一些作品，因为我本来对自己的设定就是希望在每个地方都可以拍。希望在他离开节目之前，有荣幸帮他擦一次汗。啊，真好意思啊！这边，可能要这边了，这边了，这边了，里面这边够几饼，够几饼，这样这样哦，够加够加，哦多加。我来卖吧。啊，真的是这张，如果待会要送出去，好脏，那寄到外内蒙。对对对。哎，不过刚刚听到一件好消息，就是他决定要找一个。一段时间在留在台湾拍一部在台湾算是自制的作品，我就是说台湾自制的这些戏剧啦。嗯，那对啊，希望都是行销各地嘛，而且像 Vido 上面也有很多的戏啊，像透过 Vido 也可以传到很多的地方。對對對，重点还是希望大家找我了，因为毕竟很久没有回来台湾拍戏，可能大家都忘了。
他是说他现在有空了啦，欢迎大家找他拍戏，可以来拍。什么大家找你干嘛讲成这个样子？十月中以前，十月中以前，欢迎大家找我拍十月中以前。你看这个人，还说那不然你要给人家找，他说啊，因为十月我十月中生日啊，我过生日啊，最好你生日，那现在叫对岸去过，不知道哎。啊，对你，看我在哪里工作了。哎，你有在办过大型的那种生日会啊？去年，不是在哪里？哦，去年在横店的样子。你有啊？去年在上海还在哪？我忘了。不会啦，就哪里都有喜欢你的人，凑一凑，大家都飞来飞去都开心。我记得有啊，去年在台湾，去年特别回台湾过，月三十岁，跟我朋友跟家人一起过。真的。然后拍部戏认识一个新朋友，然后。我刚刚跟他说，哎，那王传一带你去哪里射飞镖？王传一就只会带你射飞镖。那下次叫王传一带飞镖队一起来上节目。好啊。他们全部人都在这边啊，你飞镖在王传一的飞镖队里面算？当然，是厉害的。还好。那他比较，他真的厉害，他得过得奖全国冠军呢。有，他还有上过报纸，然后对啊，全国冠军，我们第冠军吗？冠军 C 组冠军，非常难的，很难哦，非常难。因为我们在射，他都是瞄红心，瞄红心，瞄十九分，十九分，瞄 double， 瞄 triple， 都瞄得到。妈讲跟神一样。对，然后他现在好像比较多打高尔夫球。有，他就也热爱一些他很特，所以现在你们会打高尔夫了對。但我不会啦，所以我是陪他吃饭，然后偶尔大家小酌一下。就是戏演过哥哥，然后他就真的如哥哥一样一直照顾大家。对，其实一直都有联系。我们之前哦，他今年生日的时候，我们刚好一起在北京。哦，有，然后我们有一起就是吃了饭，对，有好像有 po 了个照片嘛，对，在他的那个，我是给他惊喜，还带个小礼物过去，对啊，就很难得，因为之前拍戏，然后能够结交到朋友，然后一直可以延续下来的，很难得，真的。刚陈毅进来的时候，我就说，哎，江哥，我们等下聊什么？我说没有，我们瞎聊啊，大家喜欢听。我告诉你，真的，你可以大家看这个 round， 完全没有在听上面。round， 我们其实哈，我们。节目以前一开始是有个仪式啦 ，round down， 都是来都骗来宾的，不是骗来宾，就是你的第一件事就是骗经纪人，对对，就是经纪人看你这样一动作就去，对，就是看到 round down 就先来，然后来就啊，我们没有 round down 这样子，啊，没有 round down 的事情最有趣，因为陈毅的身上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等值得我们去那个探索，对，希望你的那个在台湾的作品可以尽快让大家看到到底花落谁家，好，我接奖让我们了解一下，然后到时候。不管有没有什么宣传，就大家来一次都是好朋友。好的，来的人都是大明星，希望那个安安大明星不麻烦。天哪，像您说的功哥，不要这样子，功哥真是芙蓉哥，安哥，安哥，安哥哥。今天跟陈毅聊得很开心，安安大明星今天非常的快乐。要走了，好了，今天陈毅来这里真的很开心，然后真的很希望下次。带着作品来，好，没有作品这是最好的，啊，我们再安排一些其他的。好的，缺助理主持人嘛，就帮你递茶水啊，擦汗的那种。我个人觉得这张会有人要，然后我拍一张我的，他们会说请你丢掉。但是我们不要再做这些，我们自取其辱的事。好了，时间开心的时间过得很快，然后谢谢陈毅今天来，因为他等一下后面还有一些工作行程，然后不要耽误他。晚上呢，回去以后可以再看。陈毅也帮我们做了连结的那个分享，是，所以也可以到陈毅的那个粉专上面去看，好不好？那最后送给大家下午的祝福，然后结束今天的直播。好，希望特别一点，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好顺心，平安好顺心。哎，我懂，我拿我的姓名。给人家祝福哎，家族的姓名。我们比较庸俗，就是你这么高雅的东西，我希望可以送一点，就是比较那个，就是。对，最近你知道，在整个就是北区啊、南区都是下大雨的状态嘛，希望大家也差不多要下班了，待会下班或是下课回家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你真的很懂，我告诉你，陈毅今天早点来就是因为担心下班开车下雨，你们又要一边在车上看，然后忘了看路况。对，因为本人也是住的比较偏远，所以我们其实比较，所以时间上也蛮担心，太晚回去路况不好。然后我们就只要把时间往前拉，但没关系。赶上了都参加 live 的互动，赶不上了回家就当成节目来看。是，送个飞吻吧，我们就是俗美。这样吧，你要说谢谢你喽，下次见这样子。哎，谢谢你喽，下次见。谢谢陈毅哦，下次见。